等一下啊。圣诞节的时候，你们最喜欢收到什么礼物？希望啊，收到什么礼物？我作为前面的小姐，希望你收到什么礼物？啊？你希望收到圣诞树？希望收到圣诞树，很特别的礼物。那个圣诞老人可能装不进去那个袋子里面啊，你的袜子可能要够大。我现在希望有人送我的是外套，哇，真冷。现在我都不知道唱什么歌，那我就发表我的创作好了。我还有一首歌是，我有一首歌是在，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组乐团的时候写的一首歌。那首歌是，我们团员就是我之前跟我在草地表演的庄浩宇，跟另外一个同学写的一首歌。这首歌也是。也是在很冷雷雨交加的夜里写的。是我有点忘记了，啊，好想起来跑步的啊，我真的冷掉了。唱一首我很爱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有听过，是都腾乐团的。我又忘记什么歌了，我先唱一下，我可能就想到了。不好意思，忘记怎么弹。
也许没有阳光的人啊，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他，路灯没有照亮我迷失很久的方向，我却在这里图腾的我在那边唱啊，谁可以告诉我现在几点？8:56，还有最后一首歌啊。这，我今天完毕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见面啊，我就唱这首歌，好久不见，给你们听。
想再见你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去再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谢谢陈奕迅的好久不见。